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和阿古如奥特曼一起分享奇趣蛋哦。这儿有两种小猪佩奇奇趣蛋，汽车总动员巧克力蛋，上面有闪电麦昆。哇，麦昆非常的酷，非常漂亮，是一辆红色赛车，它的速度真的就像闪电一样。哇，一枚黑巧克力蛋，巧克力又香又甜，特别特别的好吃。里面还有一枚好玩的扭蛋，里面有车车玩具。黄色的小汽车，要安装一下贴纸，贴眼睛，这辆车车也是出自汽车总动员的赛车，里面能拆到的玩具都是车车，都是赛车。再拆这枚小猪佩奇，哇哦，里面有礼物哦，给小朋友们分享分享。哇，有两个好玩的印章，还有拼装玩具，一包彩虹巧克力豆，先印印章，印出来的也是佩奇，和这个佩奇是一样的，戴着皇冠，拿着魔法棒。应该是红色的印章，哇，印得很清楚哦，印出来了红色的小猪佩奇。这是一个手链，贴纸，贴上了贴纸会更加酷，更加漂亮哦，可以戴在手腕上面，还能变形呢，像是一朵三个花瓣的黄色的小花哦。再拆这枚小猪佩奇，这是铁盒包装的奇趣蛋，佩奇戴着帽子真漂亮啊。哇，就连包装也很漂亮呢。非常的光彩夺目。拉开绳子。这是一包好吃的。好像是饼干，咦，是小熊饼干啊，又香又脆，甜甜的，真好吃啊，里面有夹心，是草莓味道，拼装汪队阿奇，这是贴纸，
小朋友们知道阿奇是做什么的吗？阿奇是一只警察犬，超级特工。阿奇是一只牧羊犬。阿奇组装好了，真的很酷哦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喽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